好，我们看第六题啊。In the diagram, PQRS is a rhombus. Rhombus 的情况之下是风筝形，四边都一样，不是，是菱形，四边都一样，拉歪了的正方形。它告诉你，PR 跟 SQ 是16跟30。OK，我们知道它 property 是这两边平分，这边两边也平分，所以它的16呢会变成8，8，然后30它这边会变15，15，然后中间是有90度的。OK。然后他要找 SR 的那个长度，so SR 这边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来的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这一边有一个直角，然后这边是八，这边是15，OK，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的 SR 呢就会是等于长的，所以我的 SR 呢会是等于 square of 八的 square 加15的 square，那我拿到的是17，所以 SR 是17 cm，这样做就可以了。